相爷，今日回府为何这等捉闹？夫人哪里知道，这尹学家本章太子子在他的房门一家举房发展，可怜那未满三月的小学家一生皇家已到之苦，你到当时不能啊。啊，相爷就该将票妙计打救忠良才是啊。几次道友只恐要隐在人的身上啊，难道叫妾身替他一死不成？不是哟，相纳学家乃世代忠良，如今被奸贼所害，不救忠良之后别无良策，我有意将金德海儿带至法场，将学家调换下来，不知夫人意下如何？相爷是哪里话来？将你我二老年过半百，只有金德海儿的是相爷，要替他人一死是万万不得能够啊。夫人啊，thank you。
身隐于旧事，多谢夫人家园佑。那我明天去到法场，是老夫要亲自祭奠之。夫儿上来，遵命。啊，相爷，妾身也要跟随前去。法场之上，耳目众多，不去也罢。妾身定要前去。须看我的颜色情事。那个自然，真的是。我谭学家是代县，忠良无辜被刀砍，苍天有理，睁开眼，仇报仇来，冤报冤。好啊，好一个仇报仇来，冤报冤。夫人，相爷，随我来。你不够
烦恼通禀取相爷前来讨计。何不中？启禀大人，取相爷讨计。哼，此老儿又来多事，容他一计，时辰一到，速罢我之。容他一计。
对风雨吧。待我辞别两个孩儿。场之上冷飕飕，甚可错吧，不自由。该是忠良早独生。
三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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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
臣可到？可以到。拿起那开刀。这阴海深得眉清目秀，我免带回府去收为义儿子。哎呀，斩草不吃根，萌芽要不生；斩草吃了根，萌芽永不生。这下归真，将这阴海咬斩三只。拿到上殿交